向你家的冰柜冰柜出来。西西啊。伊啊。这出头啊，为你细汉，一直算个大汉，永生未生。哎呦，只要干爹你卖香，我想过幼稚。那安尼哦，我得用钢结出头，一直安尼给你生呢生呢，到我老。干爹那嫌你，等到干爹哦，希望你永远拢袂大汉，永远啊，拢是我的查某囝。干爹，你交代我的代志，我当然嘛要使命必达。这代志哦，我自头至尾拢考虑好势，我们才开始行动的。老家的人，搁看那嘛是袂够。在我的车动脚手的人，竟然是我家己，所以自然特别怀疑到我家来啊。万项代志，拢会替家己留一步后路。这是我自细汉时，干爹你就教我教。所以，安怎？我唔那是一个乖仔囝，而且阁是一个好学生，对吧？你嘛头壳好，手腕嘛感官真好。迄罗家峰会用讲是互你落伫个树林，在你吃外表。就连因老母昏倒啊，你嘛有在一条说服伊，叫伊唔通等伊甲关心。这招就叫做吊后里三级给。当然，每样还有机会会当等伊替伊妈出头啊。啊，那无，伊就会阻碍着干爹你的计划，所以我绝对要给挡掉的啊。不过人伫遐讲啊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罗家峰真正是要食死死哦。那我就只是较知影要怎对症下药尔。罗家峰这个人。伊甚物伊就想要得到因爸，还阁全世界对伊的认同甲肯定。那呢，我着三不五时啊，甲伊保守起来，甲伊鼓励起来，让伊真正认为讲，伊伫我的心目中是 number one。刷落来，我得当一直甲伊参加，甚至甲伊赛人啊。干爹，你敢是有哪赶快用这招，甲伊撸来撸么子啊？本地到免外久，咱就准备要收网，把罗家峰这尾大鱼捕起来。我想罗在兴到时阵，伊的表情啊，是一定真趣味的。那你到时阵我爱做什么表情啊？干爹，你的光阴跟我教呢，我爱学起来。啊，若无万一到时阵我表情做起唔对，偷笑出来，安尼就让看破卡手啊！哼。我的查某囝不可能犯这款的错误啦！哇，原来干爹对我这么有信心哦，那安尼我继续好好表现才会用的哦。对啊，有一件代志我一直想无呢。这件不是啊，清算老虎比那场大戏，因为唔知影罗雅杰要回来，所以唔才袂赴甲你通知。也不过到底是什么人偷救兵，会当特意到美国去啊？敢是罗安姐？不是，因为罗安姐根本不知道因老爸有咧追查丁慧官的代志。我在想啦，应该是一个我收服去，而且伊将伊家己藏得真深的人。我想迄个人应该就是王金啦。俩孙公，你赶袂到位。我敢是讲话无算话啦。拄只来餐厅，为得到伊的信任，我出手够重。你无代志啊？无代志啊！我知影你会做啦。而且我阁惊讲你若无够大啦，会引起人的怀疑。是讲你是安怎会感觉讲去讨救兵的人是王文金？第一，无可能是安杰。因为什么代志拢无清楚。
第二，罗雅这当天的反应并不跟我意外，真的是早有心理准备。所以我想应该是王武金这两天有发现啥，才提来叫人回来，要阻止我被骂离开罗家。要不管我怎讲，今仔日暗时啊，这一阵算是干爹赢啦。嗯呐，我老虎你面子轻松落地，而且文雅的后路嘛拢铺好势。阿舅，干爹你买当专心一点，有厉害。哼，这若讲破就无代志啊啦。今日罗再英伊对我有亏欠，加上伊想要对我讨话。要了解当年的真相，所以什么代志拢跟我讲。嘛，因为安尼，我才会当对伊遐知影，伊早就找人去鉴定当年丁会馆迄张批。所以我才会当提早去找到迄个鉴定师来安排这班机构。啊，毋过伊昨天拍死都想袂到，咱三个是共款。所以咱赢是赢在罗在兴，伊在明，咱在暗。这机构已经采好势啊，文雅唔只会当攻城略地，甲老虎比拍起起底嘞。我无特别做啥啦，我只是尽做人好心的尽力，采取真相，替阮妈讨一口气尔。当初若唔是干爹在罗家做管家，那呢咱无可能这紧就有机会。会当抓到因的弱点，只是讲干爹较委屈啦。爱踮伫路家，看遐冤仇人勉强咧过日子，而且搁足足忍受一年。一年咯，算啥？我的老爸过往的时阵啊，我的脚嘛受重伤。伊当初拼性命要复健，嘛要讨生活，这相当的压力。那八年的时间，我的秘书活在人间的地窖同款。后来总算我等到一个机会，会当入去罗家。可笑千算万算，都到王军这任务，无去注意到。无唔对，啊那不行啊！咱这个计划是绝对成功，老虎米嘛绝对要欺山夺壁，离开罗家。杰总，南中生刚才在那落车。是。头前就是陈家的祖厝，这都可能被走啊！伊是走来这要创啊？我看麦者。杰总。这个没收掉的，但是应该没到里面。那条路应该有人，这个位跟我好吗？李总，这是阮基金会属于有三款，是让阮准去找你吧？是啊，这私闯民宅，你有啥企图？白姐，我是永兴集团的特助，阮董事长一直对这间古厝有兴趣，啊，拄则看到内底规定相关有人，我就入来看卖，我派伊，卖误会。哦，阮是做房产状况检查，是讲这间厝嘛已经遐尼啊老啊，嘛无啥物商业价值，恁当的哪有兴趣？这原本是朋友的租厝，伊想要替伊朋友买倒转来。恁的基金会若想要卖，一定要跟我联络。哪里都无巧了。
因看个无起心嘞。真好，家只看看嘞，卖老阿玲个线索。是是。黄文金已经离开啊，并无起疑心。敢是我想过敏感，但中性根本就不歹伊，我无需要怀疑伊有啥物企图。也毋过，伊是安怎超过伊七个大小姐，害伊失去理智？只是讨厌伊，敢有遐单纯？我知影，你做得真好，辛苦。好在有前手甲咱提醒，啊若无真正去王文金甲咱争过。这个王文金，不管是公司啊、私事，伊拢要插手嘞。等于是咧替老家看头看尾，看起来已经咧怀疑干爹你啊，所以伊要对伊较提防嘞。我跳过去出现啊，就是要转移伊的注意力，互老张英会当有一个明显调查的方向甲目标。我来叫我都安好，保护着恁两个，所以免替我烦恼。前手已经把需要车安排好势，就伫个头前。等下咱上车了后，分头离开，然后就照咱拄则讲的，继续去进行。我相信，要甲罗家引导的时机特别来。为着要报答干爹的拥有之恩，我一定要甲罗家好好道，才会当还干爹一个公道。原本属于阮陈家的请影，我绝对会找罗家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四十年的冤仇，四十年的忍耐甲准备，滴水拢会烫尽，我一定成功报仇的。罗在兴永远袂知影，伊一心一意找回来亲骨肉，到底是一只报恩的龙囝，还是回来报仇的？苍山高，走天涯，人生畅快一杯饮，饮者留其名。莫失志，找友志。日子找伊明，人生咱来甲伊颠倒并，输赢咱来甲伊颠倒并。今日看我占山河，总看太平洋。看山河，动心文。Good day.